看到很多人的这个很有正义感的这个法官，几乎都是20几岁的这些年轻人，或者30岁的这些年轻人。所以呢，不要对司法没有信心啊，因为旧的时代已经是过去了。所以现在敢拿案子在压你的这个人，就有一种状况，就是一个有可能他是你的长辈，他是不是透过他的权威来压你？是透过呢伦理道德观念呢来说服你，但是如果你不接受，也没有人会对你怎么样。所以只有一种工作呢没有长官，就是法官。所以我当时呢为什么要直接做推事，因为推事没有长官，在公务员的体系，在所有的体系里面都有长官，长官可能会处分主官，但是呢在法官里面呢，你只要把你案子办好，没有任何人可以处分你，所以你不要担心。应该担心的是那个检察长，如果他过度的干预，你去积极告诉的话，他可能连检察长会都没有。好，所以我想你可以到那个网站跟他上，跟他报一下呢，就是，你这个不要没有信心啊，可以去问一下黄老师的意见。好，不知道有什么问题？来。在台湾读读完大学，就是大学嘛，读财经系，然后如果想要到国外读研究所，去读研究所，然后但是因为国外的法律跟台湾毕竟会有点不一样，会不会造成什么？这问题非常好。但国外读研究所最好的、最大的好处大概只有一个，就是语文上。我讲的是真的。所以你到国外去读书呢，最重要的好处就是把语文把它当地化，因为你在国内呢都是本土化的、以前我记得来这边读，我们在经过第一教国中第一课的时候，一节一节蹦起来，对，我们会把它本土化，学英文嘛 ，This is a book， 对不对？一节一节蹦起来。表示我们年代差距蛮大的，可能以前教我们的老师已经退休了，所以你总是要把你的语言呢能够当地化，所以这个出国去就读啊，不论是美国啦、英国啦，或者是欧洲呢，或者日本，其实都有很大的发挥的空间。那以现在的 WTO 来讲，我想最重要还是英国的，所以基本上我还是比较建议到英国或者。是比较适合。那么不管你是到欧洲回来的，那还是要英文还是要痛。那但是通统是不能像美国回来那么痛。所以那第二个呢，到美国还有个好处就是说，他可以考美国律师，那将来可以做这个两个国家之间的法律互动的问题。那美国律师考试跟考驾照差不多。这差不多，我们是不是很难？那边没有考证的是很奇怪。所以说，你看他亮出这个执照，我是美国哪一个州的律师，你不要以为他很了不起的，他是英文已经可以了，这样应该就能考得上。因为呢，这个学校的律师录取率没有达到70%、80%，如果是60%，这个学校关门。那我们台湾的这个学校考得上律师的可能一个学校可能不到10%，可能5%，对不对？后面那几年就是到现在还是挂零。所以你到美国，你一定要第一个就是把英文弄好嘛，那第二个呢就拿一个律师执照。所以我们是大部分留到国外去求学的人是有美国律师执照，英文弄好之后回来台湾赚钱。但是他没有台湾的律师执照，因为考不上，真的是考不上。那台湾的律师执照呢？考上之后呢？因为他没办法国际化，所以他就是老是在本土这边。虽然他也瞧不起那个考不上台湾律师执照的美国律师，但是在数钞票的时候呢，会暗自掉泪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是数一数，人家数的是美钞嘛。你数的是台币哈，所以我想这个差别是在这里。好，还有没有什么问题？
谁？有没有？好，好，机会。好，好，来，好。那请问一下，就是因为现在全世界那种各大企业都会到大陆去投资啊，那你对到就是大陆的大学、啊、去修法律有？目前这个我们台湾到大陆去，我们叫做台港澳深，所以我们不见得是台湾第一名才能够进北大，啊，原则上在本校最后一名应该也有机会、到北大去，因为他们真的是有差别待遇。不过这个差别待遇进去之后，你会发现说他看你也会有差别待遇，因为他们是真正优秀的进来，所以台湾去那边读大学、读硕士班、博士班。真的是要很努力，才能够在那个领域里面呢受到尊重。那法律这条路呢，到那个跟到全世界每个跟律土公司一样，就是只要你下土公屋呢，就是可以在这一行里面可以呢受到尊重。所以我想你到大陆去读法律，我并不反对了，只不过就是说，我们什么时候开放大陆市场，这个我们并不清楚。我们现在都是偷偷的在做了。那其实台湾很多律师事务所是跟大陆的事务所是合作的。那么我到大陆去上课的时候，他们其实也很多人希望透过我能够跟他们合作。那为什么？因为实际上我们有非常多的台商在那个地方做生意，他们总希望听到像这个家乡的声音呢。那但是我有个看法，就是说，其实是比较好的是在台湾做完。完整的大学教育之后呢，再到其他国家去。那可能到大陆的选择，我的看法应该是比不上到美国或者到德国，因为你到那边回来，大陆会非常重视你。你到大陆北大去拿一个博士，三年就拿到博士，觉得他也不一定会看重你。比如说我们台湾拿博士可能要八年、十年，那你到这个美国可能是三年，到德国在这个时间。但是将来的评价会不太一样，所以我想，如果你是以这个将来一个世界观来讲，大陆应该不是一个优先的选择。所以我们现在到大陆去读书，是因为他在台湾欠缺竞争力。那在大陆呢，他因为台港澳的这个比例呢，他不设限，有钱你就可以进来嘛，对不对？那自己进来之后呢，到底人家有没有注重你，那是另外一件事情。所以我基本上我并不太赞成，就是你在大学之后就直接去那边就读，除非你的家庭的因素，那我们另当别论。那甚至你在这边读完大学教育之后，我还是比较建议你到其他国家。虽然北大的博士在全世界是很响亮的，不过北大的教授看到美国的博士还是比较尊重，我想是这个样子。所以。甚至他看到我们台湾的教授，他也会比较尊重，因为有一些法理的东西，我们是比他们超越他们几十年，所以他们这些东西不得不向我们请教。所以我想，你们不要以为说台湾真的这么差。台湾的法治教育跟大陆比起来，他们落后最少五十年，所以你去那边还要穿长袍马褂。那在这个已经是穿小可爱了。好，还有什么问题？再一个好了，好不好？所以问题简单，因为时间差不多了。有没有？没有，我们就来走几次。好，那么如果没有的话呢，谢谢大家，很高兴有这个机会，谢谢。我们今天这个人。教授时间真的是相当宝贵啊！刚刚各位他也稍微透露一点点啊，真的他时间都是这样的话就相当规划的啊，所以今天虽然短短的将近两个小时啊，这是机会难得。我们教授主任的话是驻在我们这边里面六甲，现在叫做六甲的机场啊啊，我们。教授的话是加入六甲啊啊，那将来如果你有什么有关这个法律相关问题想要请教的有机会啊，各位，我像我
曾经上网看过教授有设个人网站，好像有还是没有啊？有啊，也有 email， 你可以透过 email 啊。当然你要问这些问题，真的是你想要问的问题啊。啊，教授如果有时间，我想那站在校友立场，我知道他很忙啊。如果他有时间，我想会答复你。啊，我们想今天请同学的话，再一次以最热烈的掌声啊，谢谢我们教授，谢谢。这个因为现在还在上课时间啊，所以等一下回研班教室的时候，请同学保持安静，好吧？不要让惹到其他班级啊。那个，好，好了。